洪凯知影吼，咱即卖活动在动工顶啊，对，哎啊，所以呢吼，家己羡慕较下骹的安尼啦。咱讲真正，迄是代志，到这来我较要讲啦。嗯，啊，无是不爱讲的啦。啊，无是不爱讲啦，啊，唔能讲到地讲哦，都前面了，事实讲，因为迄个洪凯报讲咱规个抗战台湾的时阵吼。我就有甲母啊跋杯啊，跋安跋杯结果咧。我唔是讲叫母啊，就来甲安怎？唔是啦。我是甲问讲，敢真正会安尼啦？哦，敢真正会砍咱全台湾安尼啦？啊，跋无杯啦。跋无杯意思就是讲袂呀。袂啦。袂啦。啊，就是我袂使讲啊。好好。我就有甲跋甲跋，安怎跋就跋无杯。我是讲，若是安尼类吼，我就爱呼吁叫大家都要安怎做安怎做。嗯嗯。啊，跋无杯，我是讲啊，这小事啊。哎哎，对，说大件事，那嘛是爱。注意呢！啊，我那爱说，不要我那还扫掉呢。哎，红台位，哎，扫掉红台位。好啦，啊，所以恁两个看恁的进度哦。对啦，啊，我同就是咧讲，啊，恁活动遐，那是红台咧，我爱做什么方法？哎，对，啊，那是无的，以上我都免安心，安心，安心啊！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但是用恁的看吼，恁活动进度来看一下。来，爱强，这是长的，好，恁看一下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长的爱强吼，这品质好啊，哈。哎，对。嗯。
来啊！今天你来，今天咱看咱今天透早哟。啊，透早，嘿，透早因为哟，哦，恁师傅嘛是呢。透早都来做啊。嘿，透早来做啊。啊，做啊，我要养出来个。哇，那当然今天透早，哎，师傅你对，你家，好，你家。哎哎，真不是，不是啦，师傅你对。有诶有啊！啊，有哩！喂，伊想说了字啊！伊想说了字啊，看无？当个当工尔啦！伊爱落工落空呢？哦，爱过落空哦！因为砖啊，伊一定是代理少嘛。嗯哼，啊，你砖啊都袂掉。哦，袂掉。啊，伊一定爱你每一块砖啊旁落两支。栽两支梯啊，爱种两支梯啊，种两支梯啊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！爱种梯啊。哦，所以种梯啊，种了了后呢，我这个贴砖啊，贴落啊，你个砖啊旁梯啊，较小夹板。唔好啊，来个结果了，那个穷人家贫这边。伊太栽啦。佮来穷人两边这边家呢呀，甚至安尼呀。啊，穷安尼就对。啊，这嘛是还袂完工的哟。这啊，这还袂收麦个。麦收了了后。伊即马就贴好，较做位收啊啦。好。哎呀，哎，个巧嘞吼！生完了个床嘞呀，有无吼？安尼古色古香的呀。是啊，咱人正面看着足水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安尼有一下来过，这个是母牛子施工了吼，要做一个外墙啊，矮墙。啊，来感谢咱那个，那个啥，那个台南金清香金大姐。哎，咱的老菩萨。伊专程吼。对。啊，坐车来哦，家己八十多岁啊，坐火车呢，也一支拐啊，啊，坐火车来到咱母娘家，嗯，迄互你看到有够感动的，真正咧，哦啊，伊有甲我讲，叫我去中店，伊要加要啊，并叫我甲请一下，嗯，我入去甲请了，伊就甲并，对，你敢知伊敢那讲一句话呢？讲什么话咧？啊，保庇我这子孙啊，大家平安，安尼尔啦，哎呦，你安看？做事大就是拢安尼啦。哎呀，唔忙啊！拢是唔忙，家的子孙大家当平平安安。哎呦，伊需求无大，就是平安就好啊。所以做这子孙啊，对这事大不好，你看我不应该。真正嘞。啊，那感谢啦，给咱赞助。嗯。咱母娘啊，爱强，一个给钱啊吼。对。钱也卖讲啦吼。哦哦，这大了哦。钱也卖讲啦吼。哎，来自台南市的金清香大姐。是。哎，妈妈啦吼，八十几岁呀。这回都搁有咱台北的陈金奇啦，嗯，哦，啊，搁有咱搁咧台南的英空，诶，英空，诶，卢太太加伊凡，卢阿健，嘿，卢叶善大姐，啊，搁有咱那个做演的，关那个吴彩静，哎，啊，搁有阮三民区的林大哥林文生大嫂，嗯，哦，那个林文生大哥啦，啊，搁大嫂，对，啊，搁有咱的耍啦，哎，沙路的蔡瑞霞大姐，蔡瑞霞大姐伊拢。大摆拢接袂到的啦，伊拢大，伊专迄个为善不欲人士，阿哥有哪拢有对到的呢？是，搁有就是来自咱高雄，哎，一位善心大德，咱的善心大德，伊讲伊无要予人知影，而且是要用因翁的名哦，用因翁的名，又不是用伊家己的哦，啊，伊无要予人知影，伊讲因翁的身体无好啦，啊，要用因翁的名，默默行善哪里啦？噶。要讲开，咱一生当中像咱留一个见识，当这个世间的介好啊。对。人讲，俺大家若走啊吼，嗯、啊，这见识够地咧，咱的子孙啊来讲，啊，这阮什么人都拢有那道家手有到的。哎，功德无量呢。这功德上大啦。因为有令呢。啊啦，对啦。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的这种概念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嗯。啊，留这个物件，永永远远的，吼。嗯。哎呀，所以。这功德非常感恩赞叹呐！好了哩，啊，谢谢哈。嗯，重点，重点哦，来哟！赶紧，嗯，今仔拜一啦哦。拜一，迄个古早人讲的，我阿妈讲的讲哦，迄个无参无远，真看进门啦。哦，啊，这礼拜吼，绝对舒适的对。哎，对，但是咱灾苦呢，吼爱报安尼啦。啊，当然哦。所以呢，咱若无灾苦，人咱除了善事积善，以外呢吼，咱个爱适时的来补这个灾苦。哎，介重要。啊，较早人讲呢吼，灾苦一个月爱补两届啊。初一、十五、初二、十六啊。但是咱即卖现代人咧，咱即卖一月你一拜倒啊，什么时间拢无要紧。唔免看时，唔免看时。免啦，就你有看到这个时间，就是好时好令嘛。啊，咱要安怎补灾苦呢？啊，那一分三百块。
大分的。啊，你电话甲炮通，张飞甲你站一个好话。对，小姐，留你的住址、电话、姓名。然后呢？啊，寄一张交钱的单给你。啊，一礼拜收到。提起咱附近的 seven 全家 OK 来有付得当缴啊。你拢唔免签名，唔免等伊啦，唔免手续费哦。是啦是啦。在里边呢，五分钟的时间，较紧卡。来，你好。张老师你好。哎，你李宝华哈。来一刷一刷啊！你若要扩音，那唔好起扩音啊！你莫用扩音，你用扩音，这声音拢听无。嘿，我拢听拢无啊！个是那鬼啊声呢？啊，所以讲，我老卡给你做着服务啊！快些啊！来，阿兰，你的电话赶紧拍，来七八九空八八空哈。五分钟，老师好，没时间咯，今麦赶紧哈。那啊，尤其是咱那个，搁敢叮咛一下哦，七月日。这月日哦，咱的农历的腊月，生肖啦，肖牛的、肖龙的、肖蛇的、肖羊的、肖鸡，七五的生肖爱说怎样哈？哦，日文较歹，日文较不好啦。啊，日文不好，要赚钱啊，赚到无钱啊。较辛苦。哦，啊，咱啊补灾苦，就是搁兼补运就对啦。对。哦，会记起啦哈。来，你好啊。你好，张老师，我要补灾苦。赞。咱华人呐、啊，这个这个时阵吼、哦，来报上盖章的，安倍工作给你保平啊，新田姐，我今仔时时平安健康，赚大钱啊，好来一算一算啊，一算安尼一个月开300块，一工才七十块银尔，对啦，迄个迄个。搿是干啦？买财库金，其他老师完全冇收任何费用啊！这十万年前，这一分嘛300，十万年后嘛同款300，我冇甲恁起价啦。嗯，啊，不过厂商有甲我起价啊。以前买我一分，搁赚20个啦。啊，今卖十万年后了3块，一分了3块。来，你啊，嘿，多财库，别工作，甲你保平一年哦。嘿，哦，囡仔时时平安健康，你赚大钱啊！哦，来，预算预算吼，来你好。你好，张老师。哎、欸，明奇，哦，安倍工作给你保平哦。明奇姐，你那是谁？平安健康赚大钱啊！哎，来三双三双哦。来，你好。哎、欸，张老师你好。哎、欸，我是张金丁。哎、欸，金丁丁。哎、欸，我保在考。安倍工作给你保平啊。哦，谢谢。我给陶工。哦。这礼拜保在考上站的。安倍工作给你保平啊。你那是谁？平安健康，你大赚钱啊！啊，来细算细算哈。哦，这保财库就是跟咱保运同款，可能运会较好诶。问对，来你好，你好，嗨，保财库，速龙哦，被工作给你保平啊，你那大事平安健康赚大钱哦。来一算一算哦，来你好，喂，哎，老师你好，哎，木春兄，嗯，好开心去，好开心哦。安保牛猪皮给你保平啊！莫春兄，和你厝内面囡仔大细，大家平安健康，长岁寿，赚大钱啊！来二算来二算哦。这保财库介好，啊，但是讲要甲咱的后生查某囝孙啊新妇保财库，但是伊无甲咱大做伙，带你靠边，唔知影因的住址要安怎？用你的住址就可以，啊，用因的名。好，安尼吼。不管你北部、中部、南部，还是你国外，拢无要紧。好，哦，会记一下。用因的名，用咱的住址。来，你好啊。老师，我要报在考编号的钱。哦，福慧双修哈，安保你话做。我报过呢，我唔记。我来点点，安保你话给你保平啊。哦。出来明日啊，大细大家平安健康，长岁寿啊。够你赚大钱哦！来一算一算哦。好，咱卡电话唔好起扩音哦。来，你好。你好，张老师，你好，张。哎，你好，素云姐哈。哎，我好会相招。好，无牛啊，给你保庇哦吼。送分这样。啊，厝内面囡仔大细，大家平安健康，长岁寿哈。哦。重点够恁赚大钱哦。赞赞赞。来，三算三算哈。来，你好。哎。哎。春花哦。啊！安倍工作给你保庇哦，春花这样，你那是说平安健康赚大钱啊？哦，来细说细说哦，来你好，好，喂，我保在考，我在考你上哪里？呀，哦，安倍工作给你保庇啊，春花这样，你那是说平安健康赚大钱哦？来无算无算哈，来你好，张老师你好，来保在考，美春。安倍工作啊，给你保庇哦。丽春姐，我的囡仔是说平安健康赚大钱哈。哦，来一算一算哈。哎，你好，喂。你也没当回呀？哟。哎，你报在可在哪办？这一分300块一个月，
啊，咱小姐寄单给你，你甲客气洗门叫得使啊。哦，安尼啊。但是一礼拜甲收袂到。安怎好？啊，老请其他高级老师来处理。啊，别工作，甲你保平啊！哦，你那是说平安健康，我你赚大钱吼！哦，来预算，来预算吼，谢谢啊！哟，你嘛是爱啊？那个喂，老师，大姑，你离婚这样吼？哎，我要叫老师听啦。你怎个？我要报代课啊！你忙报，你忙报啊！你莫报啊！无闲呐。如果我跟你讲起了，你阿伯你蛮报啊？有啦，不是讲要报老师，叫要红报。啊，不是安尼啦，我这也无赚钱，我卡在迄度。哟，你安尼，我帮助你咧作业啦。嗯。你若来报在课也好，学习也好。嗯。安尼都等于唔好呢。有啦。哎，唔好安尼。但是咱做欢迎吼，咱每一个老报在报在。当然，我做希望大家报在课好过嘛。因为这是老师有教的关，甚至咱老菩萨来到咱佛堂拜拜，所有的金纸兼香完全拢唔免钱哦。但是你若家己来佛堂报在课的话哟，咱赶快在课金一分嘛是300块。哎。啊，老师完全无收任何费用诶。对。啊，因为吼，就是做者老菩萨拢路途遥远呐，无法度家己亲自来，所以呢，交代给咱老师呢来完成这报在课这工课啊。对，啊，我会叫有的人，我会叫伊忙报，迄是因为我曾经捌含伊接触过，嗯，啊，伊讲迄个话就唔好听，哦，啊，安尼咱就干脆大家无缘，要看电视就好啊。啊，我这人我若不欺不骗，我嘛无爱讲勉强，嗯，哦，啊，你都看节目点歌就好，对，啊，你若要报在口去，你也要报得好啊。唔免来遮报，好啦哈。啊，所以有报在课，哎，老婆三秒都弄个上来个老师家哦。唔对，门下早早去呢，老师来到学堂，第一件代志个向咱背工作安尼变啊。是，这变了后，我再去吹一个发财球。发财球吹完了后，啊，吹了后，真个画这个发财金木头，你嗡嗡嗡，像安尼咧算钱，你咧赚钱啊，像安尼咧算钱安尼同款。安尼咱一工才开3块银。是，那你好啊。哎，陈辉，我拄只有。接到小姐，你今晚给我转到小姐。好，来一线接电话啊！恭喜啦！哎呀，保这个财库，保财库也好，好事也好，咱是一点心啦。嗯，哦，一点心。而且咱是买金纸呢。啊，一点心，咱你这个卡的钱是买迄份金纸，像讲财库，你要买财库金300块。哦，啊，咱好事是无牛金，咱爱甲变，爱分。爱用一个金纸嘛，总免去双手空空啊。嗯嗯，大家安尼尔。系啊。按怎款是无贪汤无贪念的，我这人是搁兼做义工的呢。嗯，打工的呢。哦，这吼、哦、真正实在吼、哦，有功无受啊，怕婆爱搁干杯。哟。哦，嘿，我做要讲的是真嗨啦。啊，唔够。我手多吧，我只够嫌臭臭啦。啊，难拍者啦。啊，我本地人就该拍者。嗯。难拍者。啊，歹做人，好，真正啦。好啦，我这个时间，来个一分钟的时间咯。一分钟来，要报赛课，老婆赛较紧靠头。啊，那个，这礼拜呐是有报的人，我先给你恭喜得啦。好，我会当安尼讲尔啦，我是天机不可老泄啦。哎，来你好，喂。我要报赛课呢，老师。你阿兄哦。你都不黄香。哦，黄香嘛，阿兄嘛，哈。啊！你黄香就是阿兄啊，没有啊？我你稍等下，我再别工作，给你保平啊。黄香姐，你今仔是说平安健康赚大钱？我知，我知你阿兄啊，上爽的事情，你是咧天透啊？有啦，阿黄。我知你阿兄啊，我就是知你的足迹嘛。就是黄香，唔叫阿兄。对咩？无要叫啥？阿兄啊，香香港香阿兄，嗯。点香的香嘛，好啦，香啊！所以一音哦，一个物件有几落音嘛。嗯，来去香港，唔对，买香真香。来去香港买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要报在考呢。好，别工作，给你报平啊。哦，好，你今仔是说平安健康赚大钱哦。阿来一算，直接上线的。来你好，喂。诶，报在个，诶，工作给你保庇吼。阿英兄，你那是说平安健康，我你赚大钱啊！来三双哈，来你好。诶，张飞老师你好。对。诶，我老爹给陈秀珍。哦嘿。你好。要报在个。嘿，要报在个。诶，工作给你保庇啊。秀珍姐。啊，你那是说平安健康赚大钱吼。哦。来四双。恭喜恭喜，真正恭喜。你好，喂。喂。嗨。张老师你
哎呀，保在口。别工作给你保平啊！屁混在呀！啊，你今仔事事平安健康，赚大钱吼！哦，来五双，来五双吼！啊，来你好。喂，老师你好，我叫郭在科。郭在科，你来来算喽。对啦。哦，来算喽。哎，俺别工作，给你保平啊。来算这样。你那是谁？平安健康，赚大钱啊。哦。哎，来来一算一算哈。哎，你好。喂。嗨。你好。哟。我叫郭在科。别工作，给你保平哦，保庇咱苏南哦。出来面囡仔大细平安健康，赚大钱啊。哦。啊，来计算计算哈。赞赞赞。喂。喂，你好，我要后悔想修。哦，你有那没修了？你去把你哈，你去把你修哈，加忙修。哦，我卖阿伯阿伯话，我卖个讲啊，啊都唔好拍歹感情。系啦，看你都看你的节目，点你的歌。嗯，我物件你忙买啊，管你都活动你也唔通。好，啊，人忙唔免报，啊忙唔免弄免啦。哦，免啦，因为你。一定有原因的嘛吼，啊！你该想看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一定有啊！你顶天你自己知影吧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！啊，你若想话，你甲看我手机号。哦，安尼老师，我甲你提醒。哦，老师，你也用啊？你看出来你讲话啦？哎呀，那你好啊！你好，我要补财库。秀鸾。秀恋。啊，秀啊，秀鸾。秀恋。秀恋。秀恋。恋爱的恋。鸾呐，鸾来鸾。啊，台语嘞。啊，台语有只秀鸾。啊，台语秀乱掉。对啊。安排工作，赶你赶你保平啊。秀练起来。保平，咱秀练出来，明天啊，大事平安健康，赚大钱吼。来一双一双一双。我要。哎。哎。老师，大英啊。哎。啊，是好哦。是用这样。哎，我十几年前看你阿伯在看，甲真看你有够少年足多啦。哦，十几年前看啊，加进安尼，我阁继续继续少年哦。你当班长先，我有去啊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谢谢啊。我你不再可以啊，这工作没做平啊。哦，你那大事平安，大赚钱啊，唔好搞我啊，来计算，谢谢。十几年前咱班长的时阵，伊有人无人请啊。又来啦。哟，啊，看到老师啊，就还逗笑咧。他看起都笑脸。哟啦。阿伯灿，嗯，看我节目的人哦，大家都会笑脸，都会健康兼平安，心情好，心情轻松。但是你爱听话的呀，哎呦，咱人的心境，嗯，心境带动人的一个想法，然后你做出来你的行为，那叫做修行嘛，修行修行，修正我们的行为。当你的身躯顶无遐晦气。无遐一挂负面的物件，你人都少年家啊。所以伫咧生活当中哦，你是咧不得不甲咧修行的啊。对啊，来你好，张老师哈，你好，嘿你好，我邱金蕊哈，我是报阮翁徐庆木，安瑞啊啦吼，哦好，安备工作甲恁保平啊，你那事事平安健康，赚大钱哦，啊对对对，啊对对对，你娶某个爱娶这，啊来你好，喂，好是啊。哎，凤梅，哎哥，啊，要叫何子啦？哦，富贵双修啦，吼。啊。你凤梅嘛，吼。哎，对。安保娘啊，给你保平啊。凤梅姐。保平啊，凤梅，厝内面囡仔大细平安健康，长岁寿，赚大钱哦。哦。啊，三双来三双哈。来，你好。哎，要报哎。在考。黄俊全，嘿。哦，你是。你是那个金印兄兄嘛？哦。来来，金印姐啦。啊，对了哈，哦，金印姐啦，金印姐啦。对啦，安，哎，别工作，给您保平啊。金印姐。今天是谁平安健康赚大钱哦？哇。哎，洗手洗手，喷水喷水。那个没，哎，早音啊声。啊。那个杂波音啊声。我耳机内面都哄哄叫你。哦，对啦，喷水啦，喷水啦。好，对啦，嗯。啊，不然了，今年咱来接棒了。好好。啊。你阿未报的人爱赶紧弄下，再考。小姐，给你做服务，阿门啊，再偷走我的病啊。好，为今仔开始，你就去感受讲，报再考站一堆吼，来超级。机车舞，来看我同学经过来。来，发一个奥特曼。三十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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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二三，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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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手一二三，神再来吃一二三，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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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手一二三，神这礼拜拖出去，咻！赞，赞啊！哦，足这摆足准呢，这一摆导播，无可能遐准啊！来预备，好啦，我来讲阿呆甲阿花。啊，安那？阿呆伊就是去用性命。啊，阿呆因为吼，伊无保灾库。啊，结果咧，命运坎坷。啊，同趁无食哩，啊，趁无食去用相命哦。相命讲，你就是爱流嘴臭啊。所以阿大爷伊无流嘴臭啊。人家无嘴臭啊。啊，所以哦，趁无食。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啊。结果就去看医生，医生讲，哎，等等啊。啊，那医生讲是爱入宫。无啦，入宫入。我的那個啊，不要爱爱植毛啦。哦，植毛较紧呐。啊，要用什么毛啊？对毛拢会使，我爱用你家己的。我家己的。要用阿达的头壳皮哦，的毛来个植也在，哎，这植毛在这里。植毛。啊，个植料是那三个月要等你回诊哦。三个月登铁线，刚好发出来。哇！哎，都你这里家都发出来。好，伊讲哦，因为医生讲啊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伊讲医生啊，你中老的。哎，真正你艺术革命。哇！哎，莫用落迄个吼，开始赚钱。我搁兼好钱呢，兼包财库。哎，好会享受啊呢。啊，莫用嘞哦，开始赚钱。啊，唔过吼。啊，唔过安那嘞。呀，医生讲啊，都开始赚钱，你搁唔过？哟，无。唔过吼，因为你用的是头壳皮嘛，吼，伊拢会生头破哩，只，困觉咧，食物件拢用人的啦。对啊对啊，医生讲安尼阿无，安那，咱来用无头破的所在。都会无头破诶。桂兰康啊，哎，有只无桂兰康，无头破。用桂兰康甲伊你食，经过三个月，要等下回诊啊。医生讲安尼呢，万一无，今晚无头破啊。哦，啊，我画出来呀，所以呀，啊，暗哥吼，大概有暗哥咧。哦，这个天哦，这尼啊热哦，做个老倌拢有诶款狐臭味道，诶臭汗生味，哦，这拢诶臭汗生味拢闻到啦。哎呦，你食面浆拢闻这个味啦。哦，安尼嘛不通咧。那未使，哎，按阿花对按解好啊。阿花讲，先啊，安尼啦。安那。啊，阮翁的头壳有头破，啊，过人腔有臭汗酸味。你用我的，用你的，你嘛是有头破啊，你这嘛是有味啊。无啦，我用我的放尿的加这个毛啊。哎，哦，哎，哦，啊，这个搁唔免等一个球的。你足听翁的。来，好，未歹。我爱就真正用阿花的，甲用你加。你错不该错这个。即马回三个月回诊，医生讲，你甲看，即马也无头破啊，未啊，无头破，啊嘛未，嘛无臭汗生病啊，拢无狐臭啊，啊唔过吼，太够用唔过啦，对啦，阿呆讲啊唔过，你用我某遐嘿哦，一个月拢会流一百回，啊你嘛未使啦，这一个月拢会流一百回，流几回啊，哎呀，拢会流四五公的哦，医生讲，我来讲，安那。用你的，用阿呆，用阿呆啊，都有烟吗？第一哦，你无用头壳皮，无头破，无用过人卡，无臭汗酸，卖用恁某的就袂老火啊。用你的直接，阿呆是想有影呢，会使啊。啊，你个，伊就用伊的啊。个移植落呀。要，经过三个月，都去回诊。医生讲，啊，安尼有帮你讲。
该满意啦。哟，哦，也无头破，也无臭汗酸，个未老火，即马个未老火啊。啊，唔割哈，唔割啦。以前讲啊，够收人唔割。嘿啦。哦，伊你是不是用我放尿的车的毛到你家店？家主人啦。哦，你敢知我若看到查甫囡仔，我会自动点你。我打败啊！打败啊！看了总给你，这丢脸的啦！真正的，好啦好啦，笑笑的啊回神一下，无有诶，当都打困气呢。哦啊困啊起来啊笑笑的，啊小等下咱讲关心咱的健康问题。好。哦，咱为头壳顶安关心到脚底呢。好。哦，你有感觉你？恁的身体健康，我拢安尼一人一人去甲伊关心。我总着好。啊，我阁有哪有一件代志要甲咱宣布吼？咱最近吼，咱漳尾树林吼，阁有一个宏观哦，对阮这老大人介好。啊，迄可能在后个月代志。后个月代志。哦，迄帮助非常大。后个月连咪得要搞啊咧。对啦，啊，伊个就是安怎呢？第一，咱呢未好困，啊未做梦。哦，耳孔也袂记，哦，你会记着咯。啊，你若是讲有人情绪无，像讲类似有一挂迄落较忧郁的，有忧郁症的，拢想袂开耶，想袂开的迄人，负面能量收侪。这个方法，你就会人会较舒服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哦，咱咧老人有诶拢嘴会喘，手会喘无吼，哦，会安尼安喘无吼。这你拢免烦恼啊！以后你就免喘啊，吹嘛！哎，有人老人吹，拢就哦，就安喘无。哎呀，啊，食物件就弄破啦。甚至个拢未救筋，个未救筋哦。哎，有诶救脚趾头，有诶救脚肚，有诶救大腿，有诶救到伊巴肚边来呢。哦，这是新诶方法咯。哎，后个月代志啊。好，好啦啊，今日就稍等咧，我要甲关心先为头壳病来甲你关心么么。好。我这老婆说的阿大妈这个问题哦，我无赶紧该处理，也未使先哈，来操持功夫。健康舒开，舒高登顶健开，吹下巴白提刚加成的。好，我的公鸡，正平一连，正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头前一个也别这个好，我就是两年、三年、三年，一口气过来，那不要紧啊。我的公鸡，起起。我的公，起起。我的功三，起起，好赞，超级笑话。今麦来讲笑话哈，这种应该讲，给我讲的，你拢怎么讲夸张呢？哈，那个哪，我要学过的。我来讲那个阿花啦，阿花，你感冒啊？你发烧啦？啊，去看医生啦！好，啊，医生讲啊，啊，迄天拄好礼拜啦，啊，礼拜吼，干脆医生拢休困啊，拄好有一间个因附近有一间诊所，一个老医生哦，伫遐咧共看病啊，啊，老医生无咧休困呢？我无啦。啊，爱去哎，哎呀，医生啊，医生啊，哦，我咧发烧。哦，我艰苦噶。哦。医生哦，发烧哦，我给你度看脉。哦，啊，调度温度来试试。我度温度度看脉。嗯。无啦无啦，都爱要上准的，都爱
爱堵卡撑啊，卡撑温度上准啊，降温的上上准的。哟，你人拍的人拍的，拍的哦，没有，蛮差，人拍的哈，啊拍啊苦流落来掉，哎呀，起码那个老医生哦，你看那个温度针都呛落啊，呛落啊花了，卡撑温热个，哦，太开心啦！哦，医生，我是安怎啦？有啦。哦，医生啊，你找唔到蔬菜呀？爱情的路途，热恋的温度，阿甲等哥哥，无代名，我的爱正起步。雨那一点一滴滴落雨，心着一寸一寸的艰苦。你甘是跳一个，你甘是去远道，是落几个雨，将阮的爱耽误。先把咱的老婆山哦，这个头壳病，拢挂紧甲念开，不是甲你的头念开哦。头壳病啊！甲你头壳病紧甲挂紧甲念开。没问题。啊、哦，我无爱常常看你伫遐啉感冒药水。对，我嘛无爱看你伫遐食止疼，无爱伫遐常看医生咧食止痛的。老婆山，你食到尾啊，上赶甲药剂啦，你头壳病还袂好，赶着点个药剂就去洗啊。进台湾敢那洗药剂的，偌济拢是因为。头壳病哦，啊去检查无病，啊不过头壳未好势，啊着咱食药啊，西药咱食止疼止痛咱食，食到尾啊感冒水啊啉到尾着安尼。贵了，贵了。西药剂啊，老婆山，俺张辉哦，你做代志，你看我咧做代志啥？我人拢讲重点啊，做重点。我咧人袂啰嗦啦。啊，你一个头壳病，带要一二十档，带二三十档，我捌去拄着六十档诶。头壳病哦。老婆山。敢那医生有责任该处理的，当该动两句吗？啊，不是医生含慢呐。啊，无咧。
当然你来听指听讲指讲，这个正常的嘛。啊，你爱自救啊，老婆婿，身体你也读个你的呢。医生无可能提前讲来无，你去创啥物？无可能。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你这你爱家己处理啊。啊，你家己处理，你敢有方法？你无嘛？啊，要安怎？按张伟一个观念方法落去。对。头壳病挂紧个个念开啊，你都免烦恼。那讲像这头壳病人，这有个人即马食落来哦，你若到带头壳病人的时搞拢白白恁的年岁，人别人的拢啊个个成功哦。啊，你要带头壳病人，拢头壳会恐惧你呢？会受刀去哦。哎，你有当时啊，下转出门伊都唔知唔等来呢，放尿都唔知唔等看呢，拢直接就放落来呢。哎，老婆生是做落来洗尿，拢放放落来呢。那是人工介入啊！头壳病人讲熟悉啦吼，我曾经有一个同学查某诶，住咧东港，啊，有一天来像我咧看我节目，啊，伊敲电话给我，私底下敲电话给我，同学啊，我安那，你想，我到拖西连诶啦，伊叫阿连啊啦，我拢叫拖西连诶啦，我两个介好啦，啊，伊就伫东港咧开外头啊店哩，哎呀。伊讲我即马拢咧做画壁寺庙啊，安怎讲？啊，伊都读啊戆啊，拢行路拢爱画壁，顶手手画壁安尼啊。啊，倒伫眠床咧啦，啊，因咧外头来食泡面啊、泡咖啡啦，创啥拢家己食走就对啦。伊讲啊，讲因咧外头爬飞机啦，就讲即部读啊戆，看医生看袂好安尼。伊讲同学，你哪唔救我？我听听安尼讲，好啦好啦，我明仔载落去东港哦，啊，我顺续挖你哩啊。伊较早个店都开伫阮迄个修理卡拉车道边个个对面嘛，拄啊个较早古戏院个边啊。我安尼讲啊，当间人听着知影红棉桥落，我张秀明要去阮个母校海滨国小要去啊个所在。啊，结果时阵我去，我讲来我一个观念方法互你，你敢知影？我三工尔，三工伊就敲电话讲好，迄个同学你实在够厉害。我有医生看到无医生哦，一日头壳病拢看袂好，三工尔我都唔免换病，我唔免欢喜啦，还袂好个呢。还袂长筋呐。嘿啦，要好会长筋，爱三四月日，拢袂使停安三四月日，安尼你个头壳病只会挂紧个连开。就免阁做换病治无。啊，人以前哦，啊开公司啊买新车。好。哦，真发达，我蛮体真欢喜。就是因为伊无头壳病啊。哎，即摆头壳清醒啊呢。哦啊，人熟悉啊，伊就会有活力，伊会当做伊个工课。头壳病较早，我会记个较早，阮老爸嘛拢带头壳病。我做囡仔时阵啊，啊伊若半夜叫，就叫我摕钱去买换两罐啊感冒药水。啊伊若跋输叫，拢叫我去写两罐啊。用写诶。哎，我咧感觉点头咧卖感冒药水啊，啊写两罐，伊就乌板画两画。我一个正多个话，画两位安尼啦，好结啦两位。我迄阵像我阮爸较常常咧感冒，伊结果我已经知影，阮爸较早毋是感冒，较早就含足济咱的乡亲咯，跟老婆仔同款，拢迄个头壳都安尼晕晕啊。无啉袂。未知啦，啊，迄罐啉的精神就百倍啊。安尼就对啦，迄拢唔对哈，那无啥，迄个未啥钱。你若要安尼个继续嘞，真正会无命。真正诶。好啦，讲一个较简单嘞，按张伟哦，一个方法互你好唔好？好。把咱的头壳病挂病菌拢甲粘起来。好。那卖个啉感冒药水啊，卖个食止疼啊，咁好。好。那无啥安尼，咱就成功啊啦，好唔好？好。来，无牛猪鼻的干保平，身体健康，食到175啊。小酒搁再干一杯。不管你抽什么烟，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。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，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，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，保护青少年健康。全面禁止电子烟，不得制造、输入、贩卖、供应、展示、广告及使用。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，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。禁烟场所再扩大，大专院校、幼托场所禁烟外，酒吧、夜店未设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。为了增加警示效果，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%，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，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，需经审查通过。
为全面禁止电子烟，违法行为加重罚则，民众使用也受罚哟。烟害防治法，保护你我健康。来啊，规工人烟戆烟戆啊，骂死骂死啦，暗时安尼。真爱困啊，困未落眠啊，困未落去呢。啊，拢无体力啦。啊，人安尼无精无神呐。有啊。哦，我讲你听，那我说你出运啊。丢。这款，惠安堂，阮家老大人食着，大家都饿到的。来。咱的保安锁啊。美国进口。这正美国进口的哈。保安锁，只要是人就爱食。这一罐一千啊。一个月份。买两罐，我给你送两罐啊。两千块，买两罐，老师送你。安尼，那无错咯。四个月份优待两千块。来，我敢报告，咱的民宋送到这礼拜哈。来，都要用买呀。哎，无啊啊。咱来，这个民宋，咱有个人弄我送两三罐啦，伊讲够无够的。今晚早起新妇啊，拢买爱。Q Ten 的海洋胶原蛋白面霜。我这罐刚到哩，来给他靠开，这罐够干嘞。充电给我靠通，老师给上我这罐光手。安尼，全部给你开两千块呢。五罐药。你若相信张飞会搞，你就看我，一世人就对了。对，人讲真正，若相信我一句话，相信会搞啊。嗯，那无使你那边烦恼，你看我一世人。我保安说，咱人个袂搞啰嗦。啊，家族有动的啦。当我讲起了恁庄阿头吼，干那你咧食保安说，其他老人无咧食。遐个人走了啊，拍够伊啊，你还阁见约用见见你啊？因为咱有保安锁。来啊，二十个就好啦。真二十位加上再两盒哦。二十组啦哈。哦。什么人靠福报的电力拍互通一通电力改变你的运命？健康。0800-01-2-500啊，北部五组。北部五组有优待。电力赶紧也开哦，吼。中部嘛五组啊。中部。拢阁送一罐咱的面霜，阁一罐保安锁。南部嘛五组啊，南部花东平湖有哪五组，按多二十位啦。二十位电话靠托加上这两罐。啊，咱其实咯，免食济，早暗一粒就好啊。早暗一粒，一粒。下再食饭饱食一粒，啊，晏暗食饭饱食一粒，安尼你就计数时啊。安尼恁个叫做体力，个袂硬戆硬戆。来啊，电力金牙开，电力金牙开，我再个试试。奶油精，你早说叫我有奶油。0800-01-2-500的电话啊。这座保养所，你呐，剩有咧食人啊，剩一罐两罐的爱叫开啊，对，无回，真正无回。有这种，咱拢唔免伫咧店家店嘛，完全拢唔免。唔免你咧订婚照订房价拢唔免啊。咱直接食着重点。有，我才敢日哦，赶紧啊，进店咧还袂起来吼。你什么人要做第一位？空不空空，空一零五八九来你个。喂，大老师好。阿丽啊，嘿，你敢买玫瑰？唔办哦，好，即组你食到你的鹅肉，你出运啦，来一刷试试。朋友，恭喜你！即组保安所无食便巴，便食到了，你个人会好看。对，查甫人出门嘛，哎哦，啊你几少年过一年呢？哎，继续有体力的摇，可以当互你加面板。啊，咱哦，那查甫人哦，咱就规袂安尼，安尼硬戆硬戆，骂死骂死，你就免烦恼啊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哎。啊，你好。来二刷，来二刷，谢谢啊！恭喂，有没？哎，是。来三刷，来谢谢。你八百块无？要多少个？哦，来这么多，来三刷三刷啊！家里有高大呀。来你喽。喂，老师。哎。小姐。八行刷一撮停止哦。哦，一支一支做。讲完啦。哦，安尼哦，一撮一哦，一撮八行刷哦。来四刷，谢谢啊。不牛给你保平，谢谢哦。你帮人讲完哥哥妹，讲完哥哥妹。对啊，对啊。这八行刷有价格，人个知影伊个好处啊。啊，这唔是干那老大人咧讲呢？嗯。恁厝内面的早囡啊，闹咧食八行刷哦，一讲一粒得哦。好。一车就是车，十五就十五，概数是啦。佮袂搞啰嗦。来你好啊。哎。哟。保安所。阿陆兄哦。哎，晋商。咱以为有个人去做保安所，你只加做有动的。对，皮哦。来一双一双，谢谢啊。我咱十波人啊，你正好你会加做有体力嘞，是这个当好你加面板。冲冲冲！来你好。喂。喂。哎，辉珠。哎。哎。一张。哎，这些他讲讲，未使讲镜头来，二刷啊，二刷。恭喜你得得好姻缘啊，好老师给你照顾啊。你就相信张辉一句话，嗯，你就看我一世人。哎，你个别硬戆硬戆，马西马西啊，你规矩。啊，以后你就会感谢我，讲张辉，即卖人精彩。
哦，人拢精彩起来，转计话轻松的呢，拢精公开都袂天透一样。有啊，啊无你食老会转天透，我无骗你。你啊高一个，尤其咱三顿食少的人，我咱保安所爱食啊。来，电话紧夹个，搁你啊找你。剩最后三分钟名咧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呀。啊，恁即款面霜哦，送到咱这礼拜了。哎，送到这礼拜拜人个。你胃面开始抹抹，规身躯拢无要紧，抹足清爽的。这热人咧抹，也袂安尼黏黏。弄阿妹，伊摸了会做打伤诶，做个梦诶。我好像叫兼老师赶快引导啊，咧，赶快笑咧，哪咧？奇怪，今我看无一个变我较引导呢。空不空空空，你我不叫关键啊。哪里个？哎，你好。顺啊哦。我买一组。你顺啊哦。我备存。哎，对啦，啊，一路，你敢买贵？我买贵。唔买咯，你到哪边对无？这种物件，食到你那边你上水油给你，来一双一双试试啊！哦，这真正呢，真正哎，六十包食到吼，好啊！好，点讲长长棍呢？哦，有差别呢。来，你好啊！喂，新朋友，来，女双的这位来，起来讲话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张伟啊。你好，你喂。这今麦在讲播放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有啊，你也在。哦，你也想上我的呢？你个棒子陪我嘛，在上。讨厌。今天啊。那么你棒棒吗？那么你棒子陪我嘛？啥啥的啥啥，是啥？哈哈哈！话棒子当棒，无你棒我听。真正有影。我很酝酿啦。嗯，酝酿呢。嗯，春的温江。恭喜啊，恭喜啊！你那个靠。那就跟你恭喜。靠起来啊啊！买有钓，这种物件买有钓的人，叫做福气。这一种当够咱全家呢。对啊，这买等于全家伙拢当吃。有。只要有咧食饭的人，拢会当吃这种。保安所。啊，咱来。A 关的工作，这个职业妇女，职业妇女吼，你做工课啦，有咧食这种，对，工课拢做袂掉，真正啊，啊，恁十波人啦，有咧食这种吼，吼吼，真正啊，啊，人够好看，够少年气，对，乌心心，吼，真正足赞的，但是剩两分钟尔，来啊，北部个两个，好，啊，中部个两组。南部可能做个六个就好啦，纯正要做要六组，六组就好啦。六组完了，各出各剩些四罐了，各无上这两罐啦。安尼其实安尼也俗啦，安尼也俗啦。但是你这么电话靠，我通会加上这两罐啦。啊，我就当优待，我自动优待，自动清楚啦吼。来，你好啊。哎，笑容哦。笑容，你若食到七组，你会讲张飞吼，七组有够赞。一查某人的。我讲下一次，好来，一双一双啊。伊个可能刚刚要来找我。哎呦，你问洪太的先来呢？可以啦。哟，被洪太找出来。你等洪太过，等洪太过。哟，洪太过，我整理你，你来干来？哎，洪太来，那规片都像扫小扫掉的。哎，你全部锁在起啊？来，空八空空空，你我把酒进来，电灯泡通。冲冲啊，冲冲！来，咱你来乡亲那边老婆子，安过你先。等去拍电话，俺张伟一个人都无跟你谈啦。来来，做第二决定。来，你好，碧云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有人要购买，还要购买啦。真正，你爱买起来，剩这款两块买起来，无会来一双一双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老婆长在我太太啦。来，你一双老婆长啊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喂。好。啊，张伟啊。阿条哥。哎。哎。接招。来，细爽小姐，吴小姐，我都卡时间准备搞啊。来，你好啊，喂，新朋友，来，沙沙保安所，谢谢，恭喜你啊。哎，新朋友，恭喜你，恭喜啦。嗯，我来分吹啦，恁卡电话啦。好，啊，电话五通，加拢送上你啦。拢送上哦，加好就。一组两千，四罐两千块。民送上一罐，保安所上一罐啊，你啊。上给上这两罐。有啦。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啦哈，等我继续看阿空。哎，你好啊，我得阿妹啦，来一双啊。一早挂灯来过，咱规家大小事。哎，对哦，早暗一粒都够啊哈。早暗一粒，啊你那是可能少年家哦，一工食一粒都有啊。哦，这波查某拢会当食。是啦，一双啊。哇！阿婆在继续打电话。八号。八号的。八号是咱桃园的照常点一首歌曲啊，《一夜情》。
咱那个每一个人吼，拢会在咱家己的兴趣顶端上来建立着一个标准啊，评判的标准啊。但千万注意，唔通吼安尼，干那看你家己呢？你咱得爱个，咱的标准袂使以你家己个人做标准。代志有一个正常的标准而已，不是讲我看安尼，恁大家都爱照我的意思，不是安尼。啊，我讲一个故事给咱听，你就知影意思一对。曾经捌一只猪啊，猪啦，嗯，啊只猪啊吼，伊就两拢两对一间诶，一大别庄吼，一足豪华大别庄，一大殿里边，一花园里边个对。好野人诶厝啊！对啊。啊！这底下两厘米无人看到哩。嗯。哦，我两厘米，离个滚厨房啦、灶卡四柜啦吼，啊马条啦、四柜安尼两安尼整啦都对啦。甚至离个滚那个，离个滚那花园哦，哎有土的所在，离个怕喷啊你啊，啊离个水安尼淋啊，以后为了水咧淋啊，离个怕喷啊你。啊料料落公门啊，哎料伊就等伊啊。哦，哎呀，动作也无什么代志啊。啊！人讲，喂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，你去对，啊，人家弟啊，盘你问啦，问讲，兄弟，走去对，哎，讲啊，我落去迄个咱砖头上好个，诶，土财主因兜去写一年灯来啊，啊，只弟啊就讲啊，啊，人讲有钱人住诶厝内面拢有金银财宝，啊，物件一件拢计精密，啊，啊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保证，因拢乌白讲话啦。其实底下标准就是安尼嘛，哦，伊的标准含咱人的标准无同款啦。伊就底下两种奇怪，靠金门财宝，哎，底下都会当安尼做呢，伊无为内面入面啊，只干看到其中一面，伊就下结论啦。所以一挂人总是拢会去拣一挂别人的毛病，哦，那无啥咱拢会去，咱目睭拢会看别人对唔对，对唔对，拢袂去看咱别人的好处的所在，人好的一面里底。哦，咱拢去共看人唔好嘅所在，咱哈唔啊看家己到底有比人比较好无？哦，是不是？咱嘛家己爱检讨啊。嗯。我阿妈讲嘅，家己信仰啊安那滴嘅啦，不一定就是安尼做嘛。咱人在进步，你干那一直要指责别人，安尼家己较袂落。即看新闻报告安尼。嗯。哦，足侪人哦，啊，代志还袂变嘅，拢讲啊，人咧什么性侵啊，讲人什么。迄落性骚扰啦，哎啦，有诶拢啊敢批评，即马结果人家压出来，一比别人较正啦，真正咧，哦对不对？拢讲别人唔对咧，啊你拢敢那王爷标准咧看，拢讲别人啊家己咧，看袂着家己，哎，这真正是作者人拢安尼啦，安尼都唔好，哦做人唔安尼，所以咱这一体两面呐，啊一个拳头好，你看着看了这边呐，啊我看咧看后边这边呐，我若说过来，往你看了这边，我看这边。对不对？但是拢是共一个，啊，伊是共一个本头部啊，共一个物件。啊，但是一体两面嘛，咱袂使讲我你看到对，我看到唔对，拢也袂使。拢对啦。拢总对，只是咱的看法无同嘛。咱人就是安尼嘛。嗯。那袂使，我讲安对不对？做道理耶。对啦。啊，所以有人讲，你问我书底下卡电话问我张辉，啊，人要甲你买物件，你看拢无爱卖人。哟，为什么？人要好吃，要补财库，你也无红包。哟，为什么哈？啊！伊就是干那看这边尔，伊无看到另外迄边，伊无看另外这边啊！啊，就咧讲遐无好听的话，啊，无好听的话，我就讲啊，既然啊安尼，都无你就去找别人啊。你找谁缘呐？哦，阮也无看到恁，你无你去找别人，对，是不是安尼？嗯。所以按张伟咧做代志吼，我绝对无徛咧讲我个人的看法。你，我一定要过阮只老婆山，我一定爱看甲。足透彻的嘛，当然咯、哦。迄代志无透彻，我变哪敢评断？嗯，哦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嗯，我变哪顾这老人啊？嗯，这老人讲一较粗嘴，迄有诶，哦，囡仔不好教哦，伊就要去死啊！那无张辉早就死掉去。真呢？啊，那真正呢，足侪老人，老师来帮助。那无张辉哦，迄有囡仔按老家吼，靠家来，像迄驾驶机啊，等安尼哦。迄那无张辉早就看，就拍过去啊。啊，咱咧点点点啊咧做，
啊，咱都做会到，我拢尽量做。哦，啊，恁敢那看，敢那有个人敢那看恁一面咧讲话，安都唔好，人做人唔好安尼。甚至有人讲啊，张伟你安尼拖小小，我够唔害人？无啊，啊，我有害人。帮助人诶。我这都无法度，阮这都天地所属，爸母生孙，咩、啊？爸母生子。想讲阿爸啦、阿母嘛有生孙样咧。无啦，生子啦。爸母生子，咪生孙。你讲个咧？你肉正能生孙样，真像咩？我正孙样。我食着阮爸的卵，阮爸。生孙样。无啦，阮爸乡土气的。我较早做囡仔咧食物件，阮爸拢薄薄的，啊，用较用我食。啊，老师你莫啦，食落去哦。啊，像阮做囡仔，看啥一个乌暗子。你真难，我叫我配掉去，真正。嗯。啊，我阿德，你看我这辈子按张伟人一道等下看卡层。嗯。阿德为我讲的就出来啊，我阿未你啊。拐弯抹角啊。未你啊，暗暗看看，啊你啊白白擦擦的，我不爱啦。讲未出嘴。哦，迄老婆婿，咱一世人讲，他们来只搞几十年了，当尾白白擦擦，要表达个当时啦。伤忝嘛。啊，伤忝啦！大家，你今仔讲一句白擦，你第一，大家来想讲，你会记迄句白擦无？你个家己。哎，放未记真个，哎，倒未忘咧。迄何必？啊，咱都实话实讲。嗯。阮家老婆婿同我讲，张伟人就是安啦。形象。啊，就实话实讲啦。赞。哦。叫小袂歹，讲袂见袂就袂见袂，反正老兄弟讲，我好气，查甫人就是爱穿这个，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无啦，按咱原则啊，按张伟讲原则，我无读什么册，我袂晓讲大道理，但是我有讲原则。哦，怎样是非？哦，啊，既然若要讲原则啊，就是爱有分对甲唔对，唔是你含我较好，你逐项拢对，你含我无好，你安怎做拢唔对，袂使安怎？无啦。好嘢，神都唔管啦，恁好嘢，恁到位啦。反正我做代志就是爱公平啦。甚至哦，老师佫更加吼，较帮助遐弱势的哟。对啦，啊，咱顶下平等心啊，对着较弱势，咱当然爱较用心啊。对。本来就是安尼啊，无遮老大人有诶话未趁啊，有诶拢未白啊咧。嗯。啊，老婆婿，连讲爱连回哦，看要安怎样，真正有影实在。那咧开甲动，开，搁咧开甲半上伫遐咧咧找时，我看啥物人要顾你。咱讲真诶，咱做代志，咱。大家拢爱凭良心，那我嘛会老，哦，我嘛作希望讲，连讲我那食老，我的囝儿是谁，有奈安尼用同款用迄个心眼敢顾，我希望啊，要敢顾袂，我唔知啦，啊，就反正咱就做会到，咱尽量做嘛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对得起着天地，对得起着咱家己的良心眼都好啊。啊，无讲一下，我这是咧做心酸的呢，我是无贪官占地去好过的呢。哎呐，看出来啊。啊，老婆婿咯，按怎个是无？看半你敢看自咱的疫情甲近三年外啦，迄厂商看甲因爸吼，我拢开面讲，你甲恁爸看去几摆啊？我甲阮家老婆婿敢敢去？唔敢，唔敢。老师家己订，我订你唔知影，真正订。我订对，硬撑的啦。好啦，不是你的良心，对你的良心叫告报应啦。有良心，咱老婆婿有良心诶。三年外来。哎，物主起价噶，恁大行拢咧起价起价，按张伟敢唔敢甲恁起？唔敢起，唔敢。啊，厂商搞起到我用到要，就要毙命啦嘞！用要毙命啊，真正嘞！啊嘛是无法度，为着要顾阮只老婆婿，嘛是爱我病呢。哈哈哈！哈，地心大啦，连卜卜。哈哈哈！啊，中国啊，中国啊，到位啊！应该做到位呢。哇！你唔知影啊？我叫应该从派。老师讲。七八九空八八空。七八九空八八空。一通定来讲三句。讲三句。我到底我什么人？我听什么讲啊？简单要明了。啊！要我笑疼你啊！怎么看看？哎呀呀！看看看看。哦。真正有影。喂啊！大叔。陈小姐。欢迎你哦。小姐。一袖春风。春风啊，吼，好，我拜一两下哈，好，拜拜，哎，来，你好，喂，我听到白小姐，哦，小公公那边边，哦，小公公那边边你好哈，来，你好，哎，老师，哟，谢谢啦，阿发哥，他本过来挂，好，你好，谢谢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啦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来，你好，哎，哟，我来了嘛，阿条哥你。啊，俺条哥啊你啊，有啊，哦，安娜，啊，刚捡一辆红虎的歌哟。OK， 拜三好诶哈，哦，好，拜拜，那你好，你好，快乐连双柱，彩竹哈，拜四号哈，四号，好，拜拜，哎，那你好，哎，
老师来了啊！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要点一条素兰椒椒要出去。好、哦、好，我给你拜个哈。好、哦、好哈、啊。拜拜拜拜拜拜。那你好，方老师，陈金吉。位置多姓名。位置多姓名，给你拜六个哦。好，拜拜。啊、哦，拜拜拜拜。那你好。喂，张辉老师、啊，哎，你好，花莲黄小姐，你好，哎，麻烦你早点一条油丸，会记得我的米菜小虎的油丸，会记得我的米哦，嘿，哦，好，我给你拜七龙啊，好，谢谢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喂，喂，嗨，苦贤，我要爱老婆子，你稍等下来细说，不是讲个时间哈，哎，你好，喂，张辉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来啦！迄、那个幸福送给你，幸福送给你吼。我甲你拜八哦哈。谢谢谢谢。那你好。来，丛香红。丛香红，甲你拜九号的哈。那你好。哎、欸，张老师。严秀英。哎、欸，我叫你敢想起我？你敢想起我拜十号吼？好，拜拜、欸、拜拜好。好，够紧的啦。啊，紧的紧的紧。我是下雷虎啊。我下雷虎哦。流浪啊。什么？你刮刮啊！哎，像咱较早的真卡的刮啊！老妖妹啊，呦呦呦呦！哎，什么刮？什么刮？老客有啥名库？哦，我林大哥啊，林大嫂啊、哦，黄小姐、黄大姐，点袂关心哦，先讲个条件。
最近阮家老菩萨大家拢足娱乐诶，讲张辉好，我即马晒鸡偌好棒诶。诶，晒哪好棒哦，人就较未搞破病啊。那不散咯，有个人讲啊，放晒含辛苦点搞破病，什么关？什么连带关系啊？万倍之源咩？那不散，咱哦，迄咸酸甜苦涩甜高汤，两大行拢食食落去巴肚里。几只？遐有清气无清气，有垃圾无垃圾，唔知啦吼。唔知。遐一挂化学嘅，一挂遐关于着调味嘅，有诶无物件拢食食落。个过期嘅。即卖现代即个物件拢食食落啊吼。你甲想，迄敢无毒素吗？毒素拢毒诶。迄物件芳讲讲，胃顶管即空拢落啊，走后壁出来变臭嘎嘎，哎，敢无毒吗？足毒诶，拢伫内底发。非常毒啊！老婆山，我安尼讲起真，哎呦，有影呢。尤其是哦。你若即部赛无放出来的人哦，诶毛病偌济，你敢知？偌济。第一啦，你暗时就歹困啊。困未起。所以我即卖会当讲的讲，歹困的人一定闭结。闭结的人，你暗时一定歹困。哦，你若是因为闭结歹困，今仔日这个方法落你，你若好放赛，你暗时就好困眠。相对的。哦，那无散，即个安尼念嘛。哦，足简单呢。我若这个方法落你，你即卖就好放赛啊。啊，好放就免顶力啦，啊，你暗时就好困啦，哦，屎无放出来，嘴哥会臭，口臭，迄臭咖吼，像个屎下咖味安呐，人别人闻到，歹势甲咱讲，咱家己闻无，啊，你即马那屎无放清气哦，身躯哥会痒，痒，爱痒，还佫生皮肤病，看医生袂好，哎，看袂好呢。伊无使放的皮肤病就好呀，啊，免怕伊啊，毒素放掉啊，啊，真正是安尼。你看，你无放出来，咱你看老人拢有老人现，为虾米？啊，你屎无放进去啊？毒素。迄囡仔有诶囡仔味咧，牛奶味无？哦，啊少年家就无迄个老人现，啊咱食老就会老人现，就是差你啊嘛。毒素。哦，所以讲拢遐毒素。所以老婆仔，我唔知你有闭结无？若闭结，你爱想办法。啊，唔好食软便剂啦。好，未使食迄啊。软便剂唔是未使食，是你非食不可的时阵，才咧食。啊，你若会当有方法，唔免食软便剂，唔是介好吗？对啊，你因为软便剂，你个医生嘛，无爱乎你长期安食啊。因为哦，迄个细粒肠啊想啦，肠啊想。啊，你每年个加一回啊，你真若放未出来，愈食愈侪了哦。是到我唔知看你到底是要安怎较好呢？哦、你个想啊，你定呛我了，我卡真要恶一世人哦。未，无，唔是办法。哎，有诶，佫恶未出来，啊，唔通诶呢？足恐怖的啦！你肠仔袂蠕动啊嘛？哎啦，啊上惊就是讲啦，那食到这个年岁来啊，像咱台南一位大哥啦，姓陈啦，我按我讲安得啦，伊就是哦，有那诶七十一岁啊嘛，无代无志，有一讲讲，哦，我到安尼哦，已经几落年啊，晒拢安尼真歹放，啊拢两工三工，两工啊放一摆安尼啦，啊结果有一讲哦。安尼电了，敢若像啊怪怪，啊！阮囝讲叫我去看医生，肠仔惊弄来讲，迄个肠仔癌啊！肠仔癌嘛？啊，肠仔癌都要开刀啊呢！哎，打电话讲怎个安尼要安怎敢袂使卖开？我讲爱开就是爱开啦。伊讲哦，食了啊，食到这个年岁啊，都食到好当死啊！观察两一半啊鸡啊，啊，过来带这个病。我讲你晒两放五千几，你怪什么人啊？但是我老婆说，讲有呢，我逐工拢放诶。哦。逐工放拢放这个，我头拄仔迄头拄仔哩，拢放这个嘛，中起咧，中起咧，啊伫个壁边，等下壁，等下壁这個你拢无放出来，卡伫宿便啦，迄叫做宿便啦。哟，哎，这宿便骨无放出来，伊会生烂三麻，叫做息肉啦。啊，咱年岁愈来愈侪哦，咱的抵抗力愈来愈歹，伊个息肉总恶化变肠仔癌。肠仔癌原因其中之一。按张伟讲的话，你落开叫医生听看有影无？绝对健康。所以你若两工甲放一摆，人就要注意啊，爱去称肠仔镜。哦，所以咱大家拢爱放啊，放好清气啊。咱一工爱放两摆，较算正常呢。放一摆算小闭经呢。哦，啊你得爱放两摆呢。啊，你若好啦，无勉强，无嘛爱放一工嘛爱放一摆，你嘛两工甲放一摆来啊呢。你常常安尼是袂使真诶，对，爱放互清气，哎，放互清气啦。咱讲啥？我讲来讲遮哦，我要讲开啥？讲，咱有一位老婆婿啦吼，那伊就是安尼，肠仔癌，啊，伊有去手术，了后搁做化疗，做了啊，啊，做了即马伊就足注意伊诶食食啦，足注意食食啦。
阿姨就是咧听医生讲，你有安尼哦，恁个子孙都有这个体质哦，体质遗传哦，就讲讲你这有恁个子孙有体质，所以你一定要甲恁个子孙叮咛，叫因迄个食食一定要注意，啊，逐工拢爱排便，拢爱放屎了，对啦，哦，啊，即卖伊就担心咧，介惊因个囡仔有那屎排放，有那含咪同款，等下含咪。因为咧体质嘛，啊，甲囡仔讲囡仔，无咧甲你信道啊。你个少年啦，伊听袂落啦。结果有一天，囡仔讲放三天的回去检查，有哪等下硬袂记。你个看嘛。所以哦，你咱忙当做个小事啦，咱老三，迄种互你袂滚笑钱啦，迄互你袂滚笑钱。啊，万人都讲去补赛呢，去补赛了放我好势，都免烦恼啊。你干啥呢？放我清气。啊，你免烦恼。张威一个观念方法咯，你逐工拢甲屎放好解舒适，屎放出来规条，佮会浮伫水面，那叫健康啊。继续保持。你若放规条，但是沉落，表示你等下佮无够健康。安尼调整。迄有人啪一个散喷喷，佮尻川佮擦袂清气，怎么办？安尼你着陪边个按啊？较紧过。免烦恼，张威一个观念方法咯，你，互你放屎是种个享受，好唔好？好。来。无你话自闭敢保庇，身体健康食到175啊！卖好闭个。小酒搁再干一杯。不管你抽什么烟，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。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，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，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，保护青少年健康。全面禁止电子烟，不得制造、输入、贩卖、供应、展示、广告及使用。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，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。禁烟场所再扩大，大专院校、幼托场所禁烟外，酒吧、夜店未设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。为了增加警示效果，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%。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，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需经审查通过，为全面禁止电子烟，违法行为加重罚则，民众使用也受罚哟。烟害防治法，保护你我健康。来，今仔赶快优待一下，我家老婆婆无咧谈啊。老师要大优待哦。啊，赶优待一下，我家老婆婆减开关。哦啊，不是按张威就是安尼啦，我就这个个性。做本张威啦。啊，你讲叫我哩，讲好听话，你啊讲遐有诶无诶，我袂晓。用实际行动。啊，实际行动啊，来看这里。来。会安动诶，吼、哦，真过溜过溜过溜诶啊！真过溜哦。我家老婆生来买，我买过溜过溜诶。一个洗衣，过溜过溜诶。你若讲过溜过溜诶，拢大行诶啦。哟，一罐一千块。买一罐一千。两罐2000块。两罐送两罐。买两罐，老师送你两罐。都加上一罐，算天电话靠通，老师加上你一罐。安尼几罐？五罐，今年三十五罐2000。来啦，安尼啦，一组4罐2000对无？对。两罐，这罐搁加加了。老师，你讲安尼个上两罐啊？安拢中6罐啦，拢中6罐。6罐又来2000。2000块啦，2000块啦啊！6罐拢啊，6罐拢啊。老师用实际行动照顾咱老婆。安不啊？而且登记把电话，按张辉阿婆吹过去跟豆谈，无要紧。阿婆说咯，恁大家家己顾好就好啊。空不空空空，你讲不叫北部五组，北部犹太，中部五组，犹太五组，南部五组，犹太五组，华东平湖五组，安多20位啊！全部20位在犹太。电话讲恁炮中啊！咱个成功。来你个。你好。哎。我要一组。雪芳。咕溜咕溜。咕溜咕溜来一刷，谢谢。也要讲咕溜咕溜，你看我一刷。新疆的内行人啊。也讲咕溜咕溜。真咕溜，哎，囡仔个当嚼。哎，这位置会得当吃个饱啊会哦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我要一组。你按我啦吼，来三双玻璃，给你玻璃来试试。你好，喂，哎你好，嗨，哎，那你买新？过六月吼，新朋友，今仔有6罐啦哈，来，银霜，试试啊。我的新朋友，来六，喂，阿花，阿花哦，你敢买玫瑰？你敢买玫瑰？嗯，来一双，好啊，哎你好，喂。喂哦，虎妹，拿来四双虎妹来试试啊！赶紧，老师短腰带，来赶紧啊！来你好，哎，苗凤哦，哎，来无刷来无刷，咕溜咕溜，咕溜咕溜，你好，喂，哎，你好，新朋友，一组哦，哦，你今仔靠中医好去，来三双试试啊！来赶紧哦，咱的新朋友到一组，来你好，喂，喂。
收歌啦，收歌啦吼！安诺，安诺，来你唱你唱，安诺，来边啊人啊咧，来你好，喂。在你今天你入来管啦，新朋友，来去传播，你要跟你报备啊。老师大又大家，你是讲咩啊？来你好啊，不丢。那那你会有的人哦，老去做，我们没玩到了。来四川，四川谢谢啊。新朋友，恭喜你爱做体来环保。空八空空空一年五百九的电来关进来。老师阿妹阿姐。哦，一开始啦吼。盖头要开始。一开始，咱三粒三粒。早暗三粒三粒。下再三粒，下暗三粒。像阮今嘛一天吃一摆。一盖吃。啊，一摆吃三粒。伊袂影响咱的生活。伊袂，你工课照做啦。伊袂酷酷壮哦。伊袂像人个，伊讲食啥物物酷酷壮袂啦。袂哦。伊种拢你正常生活就对了。对。啊，你三顿照食。对。三顿照食。嗯。啊，你都早暗三粒安尼下。食饭前饭后拢无要紧。有，来你个。有。你牛你不是多啊？赞呢。哦，你很保险哦。嗯。好的，一双保留给你保庇，谢谢啊，安就对啊，安就对啊。哎，一双好啊，够咱全家人，你全家人拢爱吃，真骨溜，即卖一定拢爱吃啊。是啊，啊小朋友嘛，哎呦。哎呦。小朋友，你免甲食个三粒啦。好。小朋友两粒都有啊。好。哦，小朋友哈，一天食两粒都有啊。好。来，空八空空空一年五八九，搁北部三组，中部三组，南部三组，花东平湖三组，安个十二。十二组了，高你迄个高，身高。北部三组，中部三组，南部三组，啊，华东平湖三组，按几组？高组。十二组了，高组。真巧，伊是放咧读册。喂。拉他妈扯，来你哦。喂，我买买包。来一双蜗牛，跟你报几个事情啊？关键关键来了哦！哎，张老师，哎，靠山，哦，来，二双，我留给你报名，谢谢啊！赞，哦，安尼从十组，安尼个十个人去呢，对，要讲开哦，实在大家拢介福气啦，哎，对，接不住看会到，搁食会到，这只要人就爱啊啦，现在现代人拢需要啊，连恁小朋友都爱，搁何况咱老大人，哎，正常个爱食啊，老实咯，蛮个钱啊，哎，没钱吃啦，来你喂。书香书香来一双一双，谢谢啊！恭喜呀！哎，代志我你未前日咧，前条顶打条去了了咧。所以保养下咧，该保养哦，好势呀！哎，空八空空空一年五百九，两千块过规家伙啊！囡仔大细，查甫拢会使吃啊！人管伊啊咧，老师无管咱的钱咧。来你啦！哎，你好。我拄则打电话给你买小天嘛吼。你先等下来一双一双啊！你讲咩啥？伊讲甲多少卡电话来？都。哦，有啊，都有啊，你。我那个天哪！我都不听你，都。啊，我个天哪！都，真巧呢。那你好，喂。啊，你是？我张伟呀，我张伟呀。啊哈。有有。啊，我要被做了。滚你位啦！哦。三下丢了。哦，你去做家的，你饿了。真巧。来，你算来，你算。你刚才感谢老师诶，好。那是种个享受呢。哎，滚你位。哎，骨溜食食的吼，你逐天咧排便的时阵哦，是做享受的呢。做体来环保。哎，拢免超过两分钟的。嗯，来你好，喂，张老师，桂荣，哎，请坐。一刷桂荣啊，来你好，喂，喂，嗨，来你好，你好，新朋友，来三刷玻璃给你玻璃了，谢谢。有你加掉了。我哪有啊？哎呦呀，喵呀！卡电你讲，哇，各位人家招呼几部啊？我惊着，哎呦喂啊！哪有啦？赶紧来，跟两组吧，跟两分来。来，你好，喂，新朋友，嗨，你好，来四双小姐，给我服，谢谢啊。一组够咱全家人哦，开2000块六罐药，老师无赚咱的钱。无啦，这无敢赚钱。啊，重点就是伊真啊足有交代，足有交代的。这针对咱家老大人来设计啦。来研究的啦，老菩萨哦，这针对咱这老大人来研究，所以你袂开冤枉钱，你袂行冤枉路，你袂浪费时间。一日咁要对，啊，这钱开了，绝对一摆就要掉啊！嗯，哎呀，真正。搿只好你摸啊，人家。我白开钱啦，来你好，喂。来，一刷一组哈，你一组唔免食完，你个做满意啊？系啦，一路食咧两罐过，你就开始都饿落来啦。哦，你个称赞啦，你就叫恁内边的囡仔大细，大家进来吃啊。哦，这物件咱照样好着。空八空空空一年，我包叫个一分钟了。最后一分钟啊？啊，冇个一分钟啊。一个月。三个好冇？啊，这一个月介绍一摆哦。搿三人开什么人？北中南，北部一个做代表，中部嘛一个做代表。啊，南部。我中部拢阿袂讲，你讲南部。你干那一个广告，讲的几落摆。
啊，讲话袂清醒。啊，来北，我头国讲一摆，国头讲一摆，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各一个啦。哦，我这个我查啦，我。喂。喂。喂，我是周。咱住伫倒位？屏东。屏东哦，真正你出运啊！一刷一刷。恭喜你。哎，跟两个呢？最后两周。跟两周。嗯。这两个人客哦，福气啊！我这个日子。但是出两周人呀。两个人客什么人？啊，就是你个这个菜篮板，你个这菜嘞，哎，真正有影。哎，你好，喂哦。你好。阿雄呀。啊，来计算，来计算，谢谢啊。关机卡时间这边搞啊。来。喂哦。喂。嘿。甲恁叫醒不丢。好，来上山上山啊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喂，先生。前台免了，来计算，谢谢啊。好。哎，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。我来分吹啦！老师，那老婆生啦，要再继续卡呢，敢够加送这两罐？六点落节目进行，这两罐拢送给你。赶快两罐两千块。重点你得要靠互通，靠互通那无？无啊！啊，靠互通那无啊？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咱岛的小朋友，迄国小的迄刚食两粒豆腐啊？两粒，吼。两粒豆腐啊！啊，你好喂。哎。哎，阿忠呀。哎。哎，一早。一早。好，来，今日计算，谢谢啊。我来分出你卡电话啊，来英雄。老婆再继续卡电话。十岁哟，是咱中部的一位呢，陈妈妈要点一首歌曲《再见南国》。
放开着咱保留慈悲的心，扶持咱保留中天照明，扶持的时间到了吼。三分钟的时间。用钱那边老婆生了，阿伯扶持的人爱赶紧哦，今仔日咱的时间啊较便吼，啊个三分钟，阿伯扶持的人爱赶紧。厝内边的老大人啊，身体无好吼，阿都心阿都灵。爱扶持一下，安尼身体较紧健康，人较平安啦吼。啊，即卖人都求一个平安，唔敢讲要求添福寿啦，因为时势真歹啦。尤其是寿牛年蛇羊鸡，牛年蛇羊鸡这五个生肖，这日运真无好。厝内边囡仔大细啦，是有这五个生肖，一定爱特别细心。尤其是囡仔，千千万万绝对莫学去目水。啊，大人啦，挑倒摆开车啦，做工开八关八街啦吼。这拢一定爱细致吼，爱谨慎啦，因为有迄公之灾啦。啊，咱那个，那是有一寡代志，咱卖去共插，莫插是非啦。无你会公亲变私主啦，吼、哦，会去真啊。即阵啊，你较瘦的，莫搁乌白乱投资，因为你进日运无好，会了钱，钱少人也讨袂转来，啊，莫共转囡仔签名。哎，其实吼，还少林呐、啊！你还少林呐、啊？啊，查甫，你教我那说呢？哦，烂桃花较济，烂桃花真济，迄嘛是八百几吼，迄足够你的。来啊，电话赶紧拍好通，7890880，搁三分钟尔，我讲两分钟尔。一个月100块，一工啊切3块元。对啊，一月你个100块元。哦，起码牛中天照明。啊，最近搁有人拢做爱福慧双修。什么叫做福慧双修？修福的同时，搁有修这个智慧啦。对。人生才会算圆满啦。他开一600块啦。哦，啊，你若是讲哦，咱的福慧顺序一月你个100块元尔。看要3个月300，6个月600，通通可以。是，来，你好。我咧保在福建保持。哦，福慧双修灵异化哦。哦，安保娘珠笔甲你保平啊。哦。啊，囡仔事事平安健康，长岁寿，互恁赚大钱吼、哦。来一算哦，一算。来，你好。哎、欸。喂。哎、欸，你好。我咪好奇噶。保在福。福慧双修啦。哎、欸，对。哦，安保娘珠笔甲你保平啊。啊，咱嘞吉祥啊！哦，恁厝内面囡仔大细，大家平安健康，长岁寿，赚大钱哦！哦，来二算，知啦，好啊，你二算，我手阿弟就知。喂，你好，嘿，我要福寿双修，福寿双修哦，啊，无娘甲你保平啊！厝内面囡仔大细，平安健康，长岁寿，赚大钱啊！来三算，来新朋友，来你好，喂，嗨，嗨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阿是张辉，我张辉啦，嘿。哦，你真好呀！有安娜。啊，我你讲。来细说细说。你讲较紧，恁这么时间有限。喂，哎，你好。喂，我是水上老师呢。我是你好，招弟阿姨。哎，安娜。高雄招弟，我要保财婆。哦，别工作，跟你保平啊！你那是说平安健康赚大钱哦。来高山，来高山哈！哎，你好，喂。我咧，我咧学一家保险科。你玉江哦？对。哦，安保处比甲你保平啊。啊，你上迄个林长荣，伊是大三星。哦，好吧，今日甲小姐讲，你那大细，大家平安健康，长岁寿，赚大钱哦。哦。啊，来一算一算哦。哦，如果嘛是要甲咱的后生、查某囝、孙仔、新妇呢，要来扶持，还是要来保险科？咱哦，唔知影伊的住址哦，咱个用咱的住址就可以了。用你的住址啊，用伊的名就使啊。哈。哦，安怎哦？啊，要来扶持呢？那你就电话拍好通。这么卡。张伟，给你站一个好位，小姐，留你的住址、电话、姓名，也寄一张单给你。一礼拜收到。你寄一张单来去西门全家 ，OK， 来有负责当叫啊。唔免签名，唔免登记呐，唔免手续费。来，你好。啊，李军。我要跟您小姐讲。好，来细算，来细算哈。来啊，来做功课啊。来啊，第一泡好。啊，那你的家己的茶恁泡未？泡好啊。逐天拢爱泡，自个再开始你就爱啉吗？啉几工的。哎，啊，你若像讲浸泡几个对无？对。啊，咱即马功课做完，你嘛使冰箱甲冰的，马仔同款会当啉。哦，啉凉的，啉冰的通常可以。会使哈。好好。啉了暗时好困，啊，目睭袂点袂差。哦，啊那有高血压的人较袂牙，哦，咱的血压较袂牙关开，啊，佮一点来做体内环保，水分也有够，所以啊，又佮会大白，我佮咱头讲，啊那，那有迄款迄个内滴，拢介个内滴疼的人，即那恁规工啊过，恁内滴就袂疼，赞哦，哎，家己过差偌济哩，来，咱来做功课。
是张伟丽家的公车保留主笔，主管铺桥来给咱保庇哈。红山区保安局街286号，吴张干秀、吴有旭、吴冠伟、吴云伦。园林区西东里埔准路284巷77弄20号朱英元。东石乡兴趣村山寮3020号高义新。新庄区书院路177巷501号3楼王朱家。后龙镇秀水里7058号陈彩虹。信义区福德街84巷50号5楼之一陈福陈福顺。大邱区金卡路43号黄文华。乌来区海山里仁爱街16巷15弄4号陈秀霞。而且啊，恭请着咱保留慈悲主公普照来跟保庇，我们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哈。那么咱遮有真济位来跟咱保留中天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100块，功德非常大吼。王冬梅、李秀莲、李妙珍、林串锁、江秀花、黄娇呆、柯梦伦、黄文静、黄文宽、柯文宽、张基辉、黄文华、黄林玉霞、黄海景、黄月春、黄月娥、江静梅、黄秀梅、王如英、王如心、黄品全、黄美琪、刘定良、黄美玲，而且恭请着咱保佑慈悲主公普照来跟保庇吼。不列当政府消极实在应受监督，公平少年通体育开通，弘扬法治界形象，财源广进万事大吉，福慧双修，法气充满。咱今物来进行着咱的智慧农业。手把青鱼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绿巾青青风为多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，而且非常感谢你咱电视机头前的乡亲、士大好朋友，咱诸位神仙大德、诸位菩萨。注意书念书者，时间一到，也得含咱做会一个做一个功课。小丹，请各位再把今天这个功德，咱的会向我天顶直直飞，土坎直直坐，水灵直直受的一直充心。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，会向我再过再明，和恁大家平平安安，赶紧的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，会向我咱的亲人，咱的阿公、咱的阿妈、咱的爸爸、咱的妈妈。回向咱哩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，互因大家平平安安个。那么手里呢，手念珠，咱请个念珠请起来；无念珠，人请双手合掌。心肝内边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咱来延续着咱昨昏的这个话题吼。咱讲到着咱用功，就是在咱的起心动念处。来觉察到咱家己的过失啊！日落时中，作业不间断，家己的念头若唔对，就要真诚恳切，痛加忏悔，过失叫我都改掉啊！咱众生无始劫以来，贪财、色、名、利，这个习气分染伤过深啊！那是无痛切来忏悔，病根也无甲拔除，不时伊就来起现行，起现行就产生着障碍啊。上界惊就是当咱啊目睭揢两支甲要亮滴哩，最后一念又搁起现行的话，那后世人又搁伫咧轮回三途六道哩。所以咱啊念念想要往生，无要下堕。往生就要去哩嘛，下堕就是咧做鬼啊！啊，咱拢想要往生，啊，拢予咱最后一个妄念，甲你破坏掉。
这个是真有可能的，所以咱袂当无警察的哦，警觉啊，爱有警觉，千万唔通以为讲啊，我都要少年呢，等到我老的时阵，咱再来修，恐惊吼还袂够老，代志就发生啊啦。所以这件代志以前咱唔知影，都无可奈何。啊，即阵咱都已经知影，咱都要认真修啊啦。以前咱都唔捌，啊，咱唔知。都无法度的，啊！即马在咱来认真修，一工修一点啊，修一点啊，一年365天，你就修足多啊！你咱日常生活当中，咱的学佛、学菩萨，书诶，这诶书诶，顶观上就会当含咱的众生和光同尘啊！哦，心地决定着无染不染浊嘛，心地着清净嘛，智慧着明了嘛，这叫做功夫嘛。为什么会？一旦不念着，因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嘛。外面的境界拢总是假啊，真心嘛是拢假啊。这就是爱看破，唯有真正看破，才会当心甘情愿来甲放下啦，欢欢喜喜来甲放下啦，以后就别个去念着啊。这个叫真正修行啊，真正作为一个功夫，就是这样。所以。你今仔做功课、诵经、拜佛，加一挂仪式，老实讲啊，有真济，拢真济，拢总是咧表演，拢咧演戏，互众生看咧。家己修行真正，在咱的心地功夫啦，无重点一形式的啦。我迄位丢因拜甲足粗的，无迄都无路用啊。那不是我问你呐，你可能嘛要去参加迄丢因拜甲足粗的，安尼学着啥？无啊。形式做较好看，接引遐一挂阿未回头的，也阁唔知影能够佛法的人，所以咱今日表演这个形式，接引着众生，让因来行入这个佛堂，好啊做功课。行入来了后，爱把真正的物件传授给因，哦，袂使干那离遐做表演尔啦。一切人天依机离立啦，一切声闻独得菩提，诸菩萨行，所以。一切这个佛法哦，兼将依处实现，唔要讲得到这个成就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你这个接近这个经文内面，这个经文内面会当体会到到这十善业道，而且重要性是啊，伊是整个佛法的大根大本呢。不但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有那依照着咱这个作为基本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。有哪拢从依着十善，这个大地建立着一切佛观的。你若离开着这十善，就无佛法通讲啊。所以由此可知，咱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念念拢甲着十善相应。啊，你就是咧学佛。无论你修倒一个法门，倒一个宗派，十善就像一块土地，你的法门、宗派，就亲像大楼、大楼同款，拢建立于这土地顶观上啊。啊，若无这个土地，你厝要去你倒位，所以佛讲着十善，譬如是一块土地，哦，大地就对啊，一切佛法建立于这个土地顶端作为基础，所以一切佛法也依照着这个基础究竟圆满嘛。所以十善业道殊宜不离啦。对着初发心到了如来地，修法的法门更加多，84000法门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总纲领就是咱的十善业，所以咱一定要有这个认知。过去家己愚昧、轻视、疏忽，疏忽了着这个根本，所以修学佛法过了十年，功夫拢无多，拢修未起来，这就是你家己的过失。所以今仔学佛的人重视这个戒律，修了三规五戒、八关斋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你所有的这戒行，拢总是建立在咱的十善的这个基础顶端上。那么十善。即使三规也未当成就。过去较早我咧讲到咱这个净业三福，净业三福可比三层楼啊！你无第一层，你变哪起第二层？第一层就是甲，就是第二层的基础嘛。第一层就是号称佛庙、弘誓师长、诸心菩萨修习净业嘛。第二层就是修持三规，故足众戒不犯为宜啊。如果若无这个实心，哪里来三规五戒？所以今日学佛。遐尼真济障碍啊，就是咱无基础，就像咧起厝同款，无这个土地，实行业就是学佛的基础，
有了了这个基础，咱才当进一步来建设了哈。时间的关系，今仔讲过做个家，咱即番做回向，做个念一句，请对我念一句哈。愿以此功德，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。请我们讲哈，咱个第一盘开，这两嘴、三嘴、五嘴，甲准备十个关节，爱记一路吞一嘴，别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。我们看在哪里，就看山地里面。阿弥陀佛，种种灾厄如灯火，般般祸患似水消。佛愿无量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；第二愿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；第三愿招财进宝，金玉红沙月花最爱听梅花，痴情在西港。
嗯。